还有波波猪。你们有 surprise 到？还好啦。哦，还好。啊，就还好啊。你这样收回来。我要摆什么 pose 应该？要摆那种很惊讶。你要讲很 thank you 很 thank you 吗？哦 thank you。开假的啦，开玩笑。你的衣服还 OK 耶。那还好嘞，开心啊。没有在录 video 不用怕。你看得很明显啊。哎，你们打开看一下。有这美的吗？美吗？哎，你看这个。是我。什么？看没得？是什么？夹子啊？嗯。哦，夹子那个人。嗯。这是 Q。那是自己制作的。是不是你买的？真的。对。哎。做的。不要爆出来，不可以爆出来。他更厉害。嗯，开心啊！哎，你有没有写过名字？看一下。还好。给我看一下。你就没写我们的名字。没写的，佳慧，你看就知道是佳慧。是吗？我的字哎。我可以看一下。太美还是太丑？我可以看一下。可以啊，佳。你们里面会有什么没？你那个 video 要先给我。可以。我只是把你的东西收回去而已。对不起，有啦有啦，志伟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他给你什么酒？没有，只是给你装这个 bag 而已。让你就不用一直用了。啊，没有没有。哎，那个东西可以给他，可以给他。哪一个？哦。啊，那个东西。对对，还有一样东西要送你。送你的。那就这个。里面是你要翻一下才知道里面。视为个人的礼物，我们全部都是学会的，我们这里是学会的。我们这么多年来交情，啊，我们的友谊就从今天到此结束。你，兄弟，你看不懂这个什么？你等下我可以教他用手。我给你教他用手。兄弟，为什么你，怎么你不懂？什么？我不懂了，还是装在袋里面给他。啊，给他飞过去那个啦！你好。你很可爱的你。老太，你越变越快了。录起来了，冰冰，你可以 cut off 了。不会。真美呀，你自己去骗他，快跟他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爱你。我讲这个吗？那你呢？其实。你刚出生了，你要讲什么？好啦，开心吗？你应该早点跟我讲，叫我要涂 mascara， 我要涂那个 foundation。变形了，还是很漂亮的。来来来 ，close up，close up。你还怕我眼睫毛有颠过的嘞？这边。Oh my god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然后我要拍一下里面，因为里面什么在装东西才这么充满。你这个是在用找人家帮你装，你也在呀？很难讲，我不想在这儿。哈，这个bag美吗？你觉得美吗？谁买的？我们三个人一起买的。还要刚刚是双鞋买的吗？没有哦，没有，我们早就买了的。30天前。早就买了的，嗯，对对对，我们去年已经买好了的。一脸震惊的样子。我们去年。真的。你选这个 OK， 还好来得及。这个比较可爱的这个。这样可爱哦。对，这个红。啊，那还可以夹子哦。呀。啊，然后这个要感谢志伟。你买的，有品味。其实也不算是买的啦，买的啦，买的是善意的谎言，买的就这样。好啦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不是善意谎言，附送是吧？可以。谁说了附送吗？没有啊，吼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要结束啦。头发有点乱嘞，应该早点梦想。不会啦，很美啦，后面很翘，来，我们来 close up 一下。哎呦，是真的，真的翘起来。OK， 上面很脏，我知道。嗯，给啦。哦，都是谁的错嘞？发一点的，这个只在乎霉菌的人。莎莎，你在哪？好啦，就这样子啦，结束啦，要不舍得哦，点点哦。
别不舍得。不要哭。别哭。不要放弃。我这么理智的人呢，那你可能会哭。啊，真的就这样结束咯。你还要对谁说吗？你要对西林还是对雪慧啊？对梅君啊、阿梦啊？你要对他们说什么？我觉得你们看到我这种反应会有点嫌掉。OK， 啊，那个礼物他们也是有份一起买的哦，这个不便宜哦。我们是真的不便宜，你不要怀疑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佳慧，现在最不怀疑，最怀疑，最什么？不要讲题外话。最 active 的人就是你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 create 一个 group 叫 Flying。我是最 active 的人吗？你可以组。是吗？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贩子的，没有问题。我的电脑一直死了，我懒惰。那你可以按住了哦。我们有什么 activity 哦？我们可以 post 照片过去那个 group 里面，那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自己的 activity 啊。我不会 create group 哎，不如你 create 咯。啊，你都是搞 IT 的人嘛。对，我找 Rachel， 我等一下去找 Rachel。拜，好啦。好，我的沙发。最后，还要说些什么吗？我最美。啊，是真的。OK， 就这样，就今天而已，只是否今天。OK。我叫你自信我。啊，就这样结束了，拜拜。